壁咚大来宾，壁咚大明星们，网友们好，我们是 X 九少年团，一句歌词对粉丝表白 ，ICB Show 吧，想一样 ，ICB Show Two， 不能这样。爱烟花缭乱，爱现实可幻，爱进化失败。对，进化失败。如果能决定一个成员的身高，你会决定谁的身高？肖战降到1.68米，谢谢。子凡降到1.3米。更恶毒，老五1.2吧。你能够解锁几个成员的手机？我只有一个，解不了。一个成员，我其实之前解过，但是我忘了。手机里互相存的备注是什么？可以大概说一两个。没有备注，我也没有备注习惯。工作夏之光，真的是没有，我是夏之光。回忆三个粉丝对自己的爱称。小五宝宝，现在有个老公。老五，毛毛。关关月月宝宝。女生的什么小动作会是加分项？微笑吧，然后害羞，就我觉得是比较含蓄的那种。有时候有些比较有态度的，就其实他心里面可能很喜欢你，但是他表现很冷漠，会觉得哎，这个还挺有意思的。没有小动作就很加分。大动作，大动作，来。烟火吧。哦。我来个5分吧，因为我5哈，满分是6分。这个4.9，这个4.8，0.2，0.3，谢谢你。10 0 10 OK。可不可以互相爆料一下成员之间的小事？同学最近夜生活挺丰富的。那个吴嘉诚最近的小猫生了。啊。我抱一下。所以没有反驳吗？不抱，不要我抱。接下来是一个演技挑战啊，就是任意选一位成员，然后模仿一下。我来先，我来。对。模仿老谷吧。老谷有一次我们在那个雪菲亚客栈模仿那个霸王龙，你知道吗？是老谷的雪菲亚客栈那个。小月来壁咚大玩家，周老师你都是几岁？我小学5年级。朋友圈最新一条内容是什么？空，没有朋友圈，他没朋友圈。如果去孤岛只能带一个人，会选择和谁一起？肖战吧。可以说下原因。就我觉得他会比较懂一些生活上的东西，就比如说采要搭帐篷、搭帐篷啊、擦鱼啊、吃帐篷之类的。有没有注册过小号给粉丝评论？没有评论，但我一直都有小号，而且大家都知道的。我的小号是跟我的猫猫在一起，但我把它当作我的小号，我会直接发评论跟他们类似对话。我会针对一个粉丝，我会直接想说的就发在我的评论里面，他们都知道。自己去回复是吧？对，都会。壁咚大明星的网友朋友们好，我们是 X9 少年团。拿三个词来形容一下我。团结、友爱、和谐。他们词都说完了，我们再来说。幸福，美满，安详。那平时出去吃饭的时候，谁买单的次数比较多？就是跟哥哥们出去吃，肯定是哥哥们请的。晚上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，就我们自己，我跟赵磊一般的 AA。那如果平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会不会有一些小争执呢？如果有的话，是如何化解？打架，骂架。我们平时没什么争执，基本都很微笑。对，一般都是就有话直说，然后直接聊，就没有什么争执之类的。那哪位成员比较爱撒娇呢？小刘。那麻烦来撒个娇吧。昨晚带你跑快，不知道干嘛了。有些艺人都会撒娇。对面谁比较会演？夏之光。对啊。就无论你讲哪一句话，后面都会有夏之光的声音。觉得谁是戏精呢？夏之光。光一讲，好香啊！好香。可以说出每个成员的生日吗？哇！重点！哎呀，真材实料来了。就下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基本上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们都会一起过，所以都记在脑海中，就没有必要记在那里说。说的话就感觉很肤浅。最近一位成员是谁？最近一位成员，
各位成员。您指马先还是马后的？往后的。往后的是吧？老虎，往后的话就老虎啊。对。那再往后呢？再往后是子凡。再往后呢？再往后小五哥。那再往后呢？再往后嘉哥。可不可以给粉丝一些忠告？就是你们知道了这句话，其实是骗人的，男生最爱说的谎。就晚上打车一定要注意，卸了妆再打车。我没有在打游戏。我在录歌，一会儿再说。大家见到队员这个初印象是什么？就刚从学校出来，就是觉得每个人都没有接触，没有我帅，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，就是觉得很想跟大家做朋友。第一个室友是赵的，然后他我们就是搬进去住的时候，第一件事说他先买一个挂烫机，就是他自己当时穿了一套西装，应该小月哥吧，因为当时应该是在团里面，就是在那个训练的时候是很高，当时我觉得他很高，然后扎一个小辫子，超级。团队里谁的偶像包袱比较重？子凡，见都没来就已经了。撒娇妹三连拍。直接是大照，就是戴眼罩摸食物。这里，你看我一下，知道，就这里是里面吗？还是这里用途？哇、哦，我真的比较怕这种东西，会动吗？真假的？好，壁咚大明星。